相信要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考虑，也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社会大众大家的一个澄清之前，他这样的一个回避党政军条款的一个脱法行为，应该要去制止啊。那另外呢，他整个案件呢，我相信会受到社会大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非议的地方，就是远传他去跟整个地方系统的业者这样的密集的一个业务上的一个往来，那政府他必须要去考量本案他用规避党政军条款以债作股的方式，这个很明显就是一个脱法行为。那所以说如果不制止的话，其后续的处理对于未来的企业间的投资会争相产生规避法律这样的一个疑虑在啊。这个社会大众讨论这么久，那我想我立法院也必须对社会很明确的做出一个回应。那本案呢，其实它真正影响到的还会有整个言论集中化的一个问题，所以也就是说整个负担并未对于言论集中化是否去影响到公共利益为限制，这个决议里面呢，对这一点呢，影响公共利益这个阐明呢，这个准明的一个标准里面呢，其实它有待再去重新呢，去让社会大众去做一个澄清，更加的一个放心。那投审会对于中嘉案这样的一个转售案，他审查最令外界所诟病的地方，他审查的一个密度到底是如何？历次大题讨论结束，我们现在开始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禁复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禁复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下一案讨论事项第七案。委员严宽，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5人，建请决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本院相关迁建事宜，请公决案。我们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本院委员严宽恒等25人拟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办理相关事宜，是否有当？请公决案。宣读完毕。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8条第3项之规定，本案经提案人说明提案旨趣，大体讨论后，即议决交付审查，或禁复二读，或不予审议。现在请提案人严委员宽宏说明提案旨趣。主席、各位委员同仁，本院委员严宽仁等25人提议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立法院为最高民意机构，现行国家民主宪政的表征，为符合先进国家国会建筑群体，因我国建筑时代背景限制不符合使用分区规范外，并常年支付台北市政府高额租金，现行院区散落各处，厅舍杂乱，建筑规划与空间使用不易整合，本院先进委员原此已3度推动迁建计划，皆因故延宕，正赖本届委员重启本院新址选定及编列迁建预算等事宜，
借鉴世界20多个主要国家，如美国、加拿大、中国大陆等，考量国家总体安全、区域均衡发展等因素，实施政经分离。南韩更将行政首都从首尔分离，迁建世宗市为行政中心，实现双核首都的功能目的。国内目前政治经济中心都在台北市，造成资源过度集中，南北发展失衡。另考量地形、天灾、核灾等风险因素，以及台中地理位置，陆海空交通便利，地质稳固，土地量足，十足堪此重任，建议本院迁至大台中，实施政经分离，达至国家安全及区域均衡发展的目的。综合以上，建请成立立法院迁建台中规划委员会，由本院各党团推派委员负责规划与监督本院迁建相关事宜，包含本院新址之评选与规划、本院新院区与建筑群之规划与设计、本院迁建之财务规划与预算编列、本院迁建之监督。基于新院区与厅舍之兴建必须善用国家财政资源，杜绝浪费，本院委员会成立后需另定监督办法，以化解社会大众之疑虑。本人做以上说明，谢谢各位。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经复二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复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做以下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八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报告事项第41案、第42案及第82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二次会议做，原作决定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九案。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报告事项第73案及第95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我们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各案均照第一会期第三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10案，废止国家资通安全科技中心设置条例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六次会议决定经复二读。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协商，我们做以下决议：本案交付党团协商，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讨论事项第11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报告事项第62案之决定提出复议案。本案经第一会期第五次会议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进行处理。报告院会，本案提案党团提议撤回，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复议案同意撤回，原报告事项照第一会期第四次会议原作决定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均已处理完毕，下午5时起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